四大熊猫进驻7月23号产下宝宝以后，近几天我们又有4只熊猫妈妈，先后产下了6个宝宝，2个双胞胎，2个单胎，其中有2只是雌性，有4只宝宝是雄性。应该说，在过去的这个2年吧，我们也生下了20来只宝宝每年，但今年我们截止目前为止，已经有21个宝宝出生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熊猫妈妈在待产，所以说我们今年很有希望，这个有更多的宝宝出生，是一个丰收年。